四九的基隆，不过是邱清源的大基隆，一九四九的基隆。大家好，我是里长。说到美食呢，大家有没有想到基隆 ？Where am I？ 我们从小呢就吃好吃的长大，所以我们的嘴非常的刁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也非常的荣幸，你可以邀请到基隆最懂吃的女人，她可是从小在庙口长大的。让我们欢迎庙口小公主、铁板烧梅园、机械之花、移动路武媚娘，我们的南部菜。耶！主持人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。同时呢，我们邀请到我们基隆最高的女人，基隆安心雅，欢迎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不要看她长得这么高哦，她的嘴可是非常的挑的。我们一起去吃午餐吧 ，Go！ 耶、我们今天要吃的食物都非常的热，都没有冷气，家有冷气。基隆好吃的东西都没有冷气呀、南部菜的口袋名单也都没有冷气。OK， 我跟你讲，很多没有冷气的都是很就是古早，然后很早年。还有学生时期在中南部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，好像只有北部吧，好像只有怎样哎、在笑屁啊！其实我也不晓得它叫什么。基隆很厉害的东西就是油葱，我发现基隆很多东西都会加油葱，很多像干面都是油葱，但是中南部比较常是肉燥，像面啊什么的都会是加肉燥哈。我要吃了，很好吃。你没吃过？我没有吃过。它酱很好。你们是不是基隆人？我真的没吃过。哎、它是冷的哎、你现在才知道？我本来以为它是应该是热的。它是冷的，它热的会坏掉，但也不能冰，冰了会硬掉。它有点蒜蓉的味道。夏天来庙口吃这个真的蛮消暑的，就是你要吃正餐又怕热，不用吃凉面吃这个，而且油葱很就是画龙点睛。我们接下来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没开，没开，真的了。真的哎，五家而已，就两家没开了。我们现在目前只是一家油贵。对，因为有一家大排长龙。我们现在要叫他戴赛翁，戴赛翁，戴赛翁。你啊，果然很戴赛。基隆的话，细面会讲碎条哎，我真的觉得我这个台语发的好标准哦。如果是粗面的话，会讲短条哎。上面那就是油葱，像刚刚我们吃鱼龟的时候有油葱，很好吃。可是它有点淡，要加一下酱。基隆的酱很好吃，就这个吗？妈露姐。对，妈露其实就很像甜辣酱，但是它又不是像我们一般买的那种甜辣酱。我觉得有特别香哎、猪油吗？就有比一般的小吃店的再香一点点，但是总体来讲差不多。就是基隆的酱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我们要赶快吃一次就要走了。我们再度来到卤肉饭店，依旧大排长龙。我没有排队啊，因为其他先做了。我们被骂了，老板叫我们要自己卡位。阿嬷真的是很厉害，你半路认阿嬷也蛮厉害的、是吗？超像那个渔场，我奶奶也有一把。它的这个东西就是猪脚肉旁边的那个下去煮的，所以看起来很肥，但其实是 Q 的，一点都不油。然后你吃完的时候嘴巴会黏黏的，因为有胶质，真的很好吃。认真，我基隆最喜欢卤肉饭，我最喜欢这个肉。口即化那一种，就是皮糖，就是它写的会讲话，看起来不是太好吃。那酱很好吃，好酱。我们一样要快点吃，一样很多人盯着我们吃饭。我觉得好吃归好吃，可是你会因为老板的态度跟紧迫性，然后很热，所以会有一点点扣分。可是他人很好，他刚红爷要出来的时候，他还扶他哎、扶他出来哎、他人超好的哎、真的吗？对啊，好吧。究竟最让南部菜念念不忘的基隆美食是？像铁板烧就很好吃又冷。最好吃的食物是什么？基隆的铁板烧。不要想错了，是极品铁板烧。没有没有。铁板烧好吃，锅烧意面好吃。我跟你讲，我在别的地方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锅烧意面，真的料多又新鲜又好吃。好什么？我国小的时候我家铁板烧也在啦，狂不狂？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不愧是铁板烧名媛。很好吃啊，基隆最好吃的就在这。算了，我们直接看食物。这吱吱作响的声音令人口水直流，还有庙口最帅的老板跟很正的女儿。
极品赞。锅炒锅烧铁锅炸，极品锅烧赞。我爸说就是。以前很多好吃的东西都慢慢关了，然后又没有传承，所以我们这一代很多东西都吃不到。水果行铁门被拉上，基隆在等下个希望。好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晚上了，现在晚上八点，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了，真的很荒谬。我们现在心很累，我们是香根吃饭。下午茶，第一次就是有一个阿伯帮我们铲煮，从五点铲到现在快八点，快八点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才能做 ending。你最喜欢的基隆美食是什么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他的频道，把你喜欢的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。铁板烧好吃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分都在他的嗓门上。